爱多美苦瓜萃取复方胶囊，当中的苦瓜萃取物不是一般的苦瓜生态，而是透过科学实证，由19个特定氨基酸组合而成的专利定序19肽，来自绿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，是台湾专利定序19肽原料的唯一制造厂。绿营生技的专利定序19肽全程采用低温无有机溶剂的模式进行高效能萃取，以保持高浓度活性的胜肽含量。此外，为了验证专利定序19肽的功能，绿营研发团队与台湾权威医学院以及医学研发博士群合作，进行大规模的临床验证，确认了专利定序19肽是具有开启糖分代谢的关键成分。爱多美苦瓜萃取复方胶囊除了重视成分效果，产品的品质也绝不马虎。为了提供更好的产品品质，我们要求每一项原料在生产前必须先进行实验室的内部检测，确认品质符合规格以及安全无虞后，才能进到生产线，并且符合 HACCP 以及食品卫生安全规范的生产模式，进行所有的制造加工程序。生产后必须再交给第三方检测单位，再次进行卫生安全的相关检测，确保最终产品不含西药、不含农药、不含重金属。爱多美严格要求每一道验证程序，以最高规格的把关，将绝对品质的产品交给每一位会员的手中。爱多美苦瓜萃取复方胶囊。